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药馆大厨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传统老菜焦溜里脊。准备一块猪筒脊肉，改刀切大片，这道菜用里脊、净瘦、肥瘦肉都可以。切成这样，别切得太薄，要不没有口感。肉片里加盐，抓一下入地口，加点老味胡椒面，来一点白糖，花雕酒去腥，接着抓，把调料和水分都抓进肉里。加点鸡蛋清，加鸡蛋清可以让肉更嫩。肉片上完浆，接下来调糊，多来点玉米淀粉。先少加点水，边和拢边观察。现在这个状态太干，再稍微来点水，上手一抓有明显阻力，呈酸奶状往下流就 OK 了。糊里加点食用油，搅匀，把油打进糊里，这样炸出来外壳会更酥脆。把肉倒进来挂糊，抓一下，保证每一片肉都裹上糊。抓匀后先放着备用。切葱丝、姜丝、蒜片，油温5-6成热，下肉片，一片一片往油锅里放。怎么判定油温是否合适呢？先放一片肉，肉片能飘上来，油温就正好。肉片都下去之后，给大散，别散一块，一锅炸不开，分两锅炸。第一遍炸到表面硬，请定型。把肉片捞出来，升高油温。油温升到7-8成热时，放入肉片复炸。复炸可以让表皮更加酥脆。炸到这样，表皮略微有焦黄，捞出来控油。听这个声音，这样就算合格了。感觉撒点椒盐就能吃了。锅里溜底油，放葱姜丝蒜片炝锅，烹花雕酒，醋40克，酱油30克，打高汤，没有就放水，盐就不用放了，肉油底口还放了酱油，白糖30克，加水淀粉勾芡，勾成浓汁，加花椒油。炸好的里脊放进来，用汁淋匀了。一道外酥里嫩、咸鲜酸甜的焦溜里脊，这就得了。看看这小汁挂的怎么样，够匀溜吧？趁热来一块尝尝。外焦里嫩。